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象棋世界栏目。今天由我和张强老师给大家讲解2016年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的精彩对局。今天我们带来的这盘棋呢，是由红方是由广东碧桂园队的郑维彤特级大师对阵内蒙古仪态队的赵国荣特级大师。这盘棋呢，应该说双方下的还是质量很高的啊，特别是这个老将赵国荣年过半百了，老当益壮啊。面对新锐的这个冲击呢，毫不手软啊。好，我们就来看这盘精彩的对仙局。人指路，郑维彤呢，采用的仙人指路，然后黑方黑赵国方荣卒底炮，卒底炮。这也是赵老师比较常用的一个对阵仙人指路的一个布局。对。红方当头炮，黑方走象三进象五。三进五。这盘棋布局上呢，双方倒没有什么新意，对，走了一个比较老式的这个走法。嗯，关键是中局的战斗啊。好，然后黑方走卒三卒进三一，进一。对，这个棋呢，就是说，既然红方呢给黑方这个充足的机会，黑方还是要选择冲，啊，对。因为冲了卒以后呢，右边的子力呢更容易灵活啊。有一种走法呢，就是说现在呢，飞边象。这个早期呢，大家觉得这个很别扭，飞一个边象。对，但是最近呢，又有一些棋手在尝试，就说你是拱过来，他一种呢就放你过来，他出局；还有一嗯种呢，他就把你飞跳。我看那个广东队的黄海林挺喜爱这么走，他觉得可能这么走呢比较安全啊，他毕竟你这个过和卒没有了，对他的压力要小。对。但是，一般高手呢这么走倒不是很多。因为感觉这个象效率可能不是太对，高，就是不好赢棋啊，对，不好创造更多的战机。对，所以郑维彤他是走的马八进九马八进九，先出车也可以，道理一样。一样的，然后他卒三进一，然后红方再出车，这样呢就等于是红方呢放弃七兵，给黑方过河，然后是想争取点这个进攻的速度，对，他是这个是。红方呢是这么一个初衷，然后黑方接下来黑走，方车九进一，对，长车呢就是想迅速的调动子力到右翼，是一种注重平衡的走法对，那红方呢这个时候也没有走车二进四，他走了一个，如果走车二进四的话，是他，那黑方呢？你觉得怎么下最好呢？黑方现在冲下去吧，能冲吗？冲不行。不能冲，冲是坏棋，冲就坏了，一打将，你这一炮八进六，马九进七就出去了。这个棋呢，黑方不怕捉，他走车九平四，他就把那个兵弃了，你就只能吃吧，然后他再走车四进二，守住，对，下一步马二进四，想这么排，看你怎么走，红方走兵九进一，这时候你就不能走马二进四了，来，你走一下马二进，你马二进四，人马九进八，你子就出不来了，黑方不这么走，黑方呢，他走卒一进一，你再拱他车一进四杀出来，你马九进八跳，要跳不上来，你这时候马九进八呢，他卒子可以拱过来，这样红方再把他底马打掉，然后吃交换以后，他车九进四再吃出去，这个棋是一个平稳的棋，后来由于有这个棋的出现红方这么走呢，几乎就没有了。因为红方占不到什么便宜。就是黑方呢，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呢，就是大局观比较好。他可以把这个卒弃掉。对。所以说红方这么捉呢，也感觉呢，没有太多的积极意义，索性就不要这个卒，先开车，继续，走车九平八，那黑方依然车九平四。车九平四。然后红方实战走是先炮炮五进四，把中兵打了，那他肯定直视，对，然后再把边兵给打了。红方呢，等于连吃两个黑卒并且威胁这个下底炮。这个棋呢，要按最时髦的走法就是让的下底炮就走马二进一。马二进一，对，他这个下底炮应该威胁还是蛮大的。对。然后黑方呢，再走马一进三往上马一进三跳，炮八平五，
对，这个是非常激烈的这个走法啊。但是呢，这个赵老师呢，可能还是对这个变化本身呢不是特别喜欢啊。这个觉得可能还是有风险，对，所以他不走马八进九啊，他直接马八进九啊，先不让他下底牌。这个比较就说的来的实在一点啊。然后红方是走十六进五，这个棋如果先去二进四，他就是怕他将来老有这个肋上视角捉他的这个手段，啊，所以红方就先补一招式，先走十六进五。对。那其实这个棋如果走车二进四的话，好像我看也有一些棋手的选择，黑方应该是可以给大家摆一下，行，走一个卒棋进一，那红方车二平七吃，黑方呢走车四进二，那他只能炮一退二，炮一退二，然后再马二进四，然后再把这个车开出来，也是现在也有一部分棋手这么选择。啊，他你是说这个变化，就是对他出车，对，他攻这个，对，他跳这个，对，然后他走这个，挺好，啊，对，他在打这个，这个都是棋谱了，对，他平，他搁中间，然后他就把它对掉，然后他在马三进四，对，这个蒋川前两天跟那个谁下里边，也是在联赛出现过这样的对局，这个棋就是说双方呢这个互有顾忌啊，也是比较激烈，蒋川对这个刘明，对，啊。这个棋后来蒋川这棋很危险了，嗯，走红王很危险，嗯，后来黑方这个棋呢，应该说反弹的能力也很大，嗯啊，这个棋等于互有顾忌，嗯，黑方的子力比较火，如果你吃马，他这就进马蹬你什么这些手段，啊，对，所以那个郑维彤特级大师可能也顾忌这一路变化，这一路变化他可能觉得也不容易，取得很理想的这个状态吧，对。所以他走了一个，实在是走了一个十六进五。他不是呢，是想保留点变化。那么黑方呢，这个时候呢，就针对他的不是，走了一个炮八平七。看来这个就棋而论，这个棋还是应该走车二进四。对。好，车二进四呢，可能这个走法呢还是比较切合实际。那这个棋他走补士，这个终究啊，这个卒呢就不容易吃回来了。吃不回来以后呢？反而作为红方来讲是一个后患啊，红方你看他现在在还是走车二进四，那黑方这个卒就下来了，对，啊，这个时候红方走了一个炮八平六，对，炮八平六，那黑方接下来走车四进五，车四进五，他保住这个卒，因为这个卒呢在下，他可能一个是有这个哈，还稳健的也可以再炮六平四，对，这样呢，就是说黑方呢，这个卒子呢，怕被对方消灭掉，所以他车四进五呢是比较稳妥，将来有机会再根据需要再下。对。那红方走了一个兵九进一。兵九进一呢，他这种心态呢，就是说想活通边马吧，马将来有机会跳出去，对，另外还有一个车二平七的走法，但是车二平七呢，他也吃不到，因为这个炮进四，但可以吊住他，就是这个棋呢，到了中局形势呢，红方也并没有什么优势和便宜可言，就是看双方这个中局这个啊纠缠的这个技巧，技战术的，那黑方就走的比较简洁，对他走了一个卒棋进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应该来说，这步棋卒棋进一使这个兵九进一的效率变低了。对，就是说你在进马蹬的时候，他多了一个车四进三捉。他主要是为了退车捉，这是一个先手。对。那红方如果再走车二进二，红方这个车呢又重复。并且黑方有卒棋进一这个反击。对。他又走不上车二进二。对。这个棋就作为红方来讲呢，没有什么便宜可言了啊。应该来说，这盘棋呢，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盘棋的背景吧。因为在这盘棋对战之前呢，是广东队已经先输了一盘，所以呢，郑维彤特级大师呢，就应该是压力挺大的。
啊，这盘棋他必须肯定要拿着先手，肯定是要取胜。嗯，所以呢，压力啊各方面还是蛮大的，而且面对竞争对手吧，主要的竞争对手，因为当时呢是内蒙古队跟广东队的积分是咬得特别紧，交替上升，两个队呢，对，一会儿他高，一会儿他高，对，啊、所以这个面对面的特别重要。两个队的这个对决呢，嗯，必然这个影响两个队最终的排名啊。嗯，所以这个棋就是说的，张玉通想赢呢，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对，啊，赵老师呢，以逸待劳啊。嗯，好，我们接着看实战，该红方了。红方走什么了呢？现在呢，红方这个棋，他是走了一个卷二平七啊。他是走了个卷二平七。嗯，因为他不走卷二平七呢、嗯，可能就得抛一退二，把炮退回来算了。对，然后他走，先捉了一步。对。然后退炮。推翻在马上进四。马上进四。嗯，这个棋呢，就是说作为红方来讲呢，他比较讨厌、嗯、就是由于你自己的这个象没连住，嗯，你这个兵吃不掉，嗯，表面上呢你是能吃，但哪个也不敢吃。对，你进马吃他，人家老有这个炮击进四，炮进四这个手段。是的，就直接炮进四也是白打。对，所以他这个棋走到这儿，红方其实挺尴尬的。红方这个棋已经吃亏了、嗯、就说他前面啊，嗯，就这个走法呢，就卜筮看来这种走法啊，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后续，嗯，没有后续手段呢，你让对方就白过了一个三卒。那正如你所说，可能当时啊，嗯，张维同出于全队的考虑，嗯，他还不愿意轻易把局势简化下来，对，所以这个心态上呢，嗯，也不稳啊。对，然后他选择了进炮换马，嗯、对，炮打，又怕马四进三，是炮六进六打马。打，然后他一吃，黑方车四退二这一吃，然后他走，这个还是不能吃，对，补了一个象，那不像，嗯，这个时候这个补象啊，就是比较有学问了，嗯，到底补哪个象？嗯，事后呢，我看这个棋啊，还是应该走象三进五，啊、哦，象三进五这个象呢，一个是避免这个闷攻将来，嗯，另外这个边象保着这个边马呀，嗯，还是要安全一点，对，啊，比这个实战效果要好。对，如果你平卒呢，我就是再把这个车呢、嗯、再压过去啊。那这个马还是有根啊，这样子。对啊，这个马有根、嗯、那比实战当中的结果要差了很多。嗯，实战结果呢，红方是走的象七进 五啊，那黑方就把卒移开。对，黑方就卒算平四了。对，这个棋如果既然补的七象，红方这个左车啊，嗯，就不能乱动了。嗯，就红方这个时候就得赶快去争取把自己子儿啊再尽量走活一点，对，争取来对兵啊，嗯，谋求这个平衡，因为你这个终归是一个弱点，对，将来呢无法嗯改善的这个弱点，赶快撞他，如果吃你就吃过来，他打掉呢你就接受，嗯，这个棋呢红方子活呢，嗯，还是有很大的周旋余地啊、嗯、形势尽管略亏呢，但是还有很多的余地。对，那他红方呢这会儿呢，嗯，又不愿意这个简化，他继续走啊，这个车八进六。对，那好，这个朋友们、嗯、我们稍后呢再把他们两个人精彩的这个后半局呢介绍给大家，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就是黑方呢，就是抓住红方这个左翼比较薄弱的这个弱点呀、啊嗯，就采取了这个进攻啊。嗯、黑方第一步走卒一进一。嗯。红方的这个棋呢，又怕丢兵，所以他兵走进一了。实际上，红方这个棋应该强硬一点，嗯、哦，往上跳。那他把它吃掉。吃掉，红方再马八进九，准备用炮打。嗯。如果你这个棋走卒一进一，嗯，你卒都过来，我就走炮一平五，把你这个中路呢镇住。寻求一些反击，对，这样对黑方呢还是有压力，嗯，因为他毕竟是双车马炮是活的，嗯，你这边如果马九进八想反击、嗯嗯，我就走炮平二再拦住，嗯，下步棋有车八平二来兜马，嗯，你这个七路炮也不能发力，嗯，所以说虽然黑方多了这两个过河卒呢，嗯，暂时也不好发力，嗯，这个棋呢就是说的，红方呢还是有
战术可言啊。所以这个郑维彤呢，在这方面呢，就说这个没有处理好。当黑方鼓足的时候，他就接受了。这个棋，这一下就坏了。对，这是最后的一个顽强能够拼搏的机会。那他顺势就出来了。一吃，他现在又不敢去上马。上马人他怕底下这将。对，如果你垫车啊，他对掉你这个卒七级，对，白过一个卒。你落势，他怕这个对方卒七级，这个卒马上三军闹事。这个卒的肯定能够换你士了。对。这个红方的压力呢就太大了，所以想来想去，红方没有办法，这个马呢就向回退。对，向回退以后呢，它最大的这个弱点是什么？就是说你对黑方呢没有威胁了，黑方可以放手进攻了。对，黑方是先走了一个，但是现在黑方走了一个特别稳的棋，先走了一个车四退一。实际上呢，就是这招棋呢也不见得非要走，实际上直接马九进八这个动作也可以。那赵老师呢，他本身呢就是说也是刚柔并济的棋艺风格。他觉得呢这个棋你红的也不好去调整。我索性呢退一步车，把底下护住呢，不给你任何反击的机会。也是呢万全之策，就是说不给你对方反击的机会，因为他当时的积分形式也是这样。然后这个棋呢，红方走了一个平中炮。对，黑方马九进八，马九进八。那么黑方呢，在右翼呢强化以后，这个底车以后呢，它可以放手进攻了。红方再炮五平二，啊，因为这个兵啊很大，一登这个兵三路线就崩溃了。对。所以很无奈，黑方接下来走车一进五，不给你车八平二的机会，先把你这个底线呢系住。而且随时有个炮三平二之类的对打的棋，红方也只能车。退车了。对。退车去保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作为黑方来讲呢，也应该是优势很大啊。到底怎么走呢？实际上，黑方有多种走法啊。但是赵老师走了一个最为简洁的，对，就是他可能认为最容易把控的吧。他觉得够赢，在这个棋，他的退车，退车啊，实际狠一点，炮三进四可能更狠。把红方这个子弟全部能陷住啊。他退车呢，就是想。我走我自己的看得清的。实际从局部上来看呢，红方兵三进一一走，黑方要车一退一。从局部上来看呢，黑方是退让一步。但是呢，由于把这个局面呢打开了，红方可以确保这个占优了。他也是可以的啊。那这期红方没有办法。对，他走个进，你也不能上人家白拱。对啊，那只能拱了。他走了一个长车。对，就说他如果拱的话，就说对方可以吃过来。就这个棋正好上不来，对方正好有个车七一，是捉双，这个棋，这丢子了。捉双在马四进三，子倒也没有完全丢，反正在这感觉这个位置不太对了。但这个棋可能也只能先拱，他。走这个吧，车七进四啊。对，那黑方就是最简单的走法。赵老师走的就非常简明，走了一个吃，就是高手呢，就是简化呢，也是一种水平。就是什么时候简化呢？有一次我跟李来群那个聊哈，后来李老师他也说，他说这个高手简化也是一种美。就是当你简化完了以后，你这期正好能够把控住胜机了，那这个简化就是合理的。你有时候对的过早了，这个期不够赢了，这个就是过早了，就是啊太稳了。对，那黑方简化呢，并不是意味着不好。通过简化以后呢，你看他在卒四平五，就把红方这个中兵吃掉了。对，黑方呢就是有十足的信心，认为多着一个中卒。就是能赢。或者说他当时呢认为这么走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是啊，拱完以后黑方将来盯着这马八进六马六进四全是先手。对啊，黑方走的是车三进二吧，他走个车三进二，他主要是怕黑方这个马八进六。然后赵老师现在也走了一个特别简明的，把他象给破了。对，因为这个棋呢，就是说
他攻完象以后呢，嗯，有这个直接的攻击目标了。嗯嗯，从这点上呢，我们大家也可以学习到这个，嗯、你看这个，冠军级特大呢，他在这方面呢、嗯、是非常老练的。嗯，就是不给你喘息的机会。对，那红王也必须要飞，你再不飞，他撞一个士啊。是。然后黑接下来，敌于平武捉。捉呢，这个棋呢，它最主要这个象呢，它也不好逃。它假如逃，你看这个棋它会走什么？它甚至可以飞象，凭着中炮。向哪边飞？往这边飞可以吗？象五进七，感觉应该象五进三。象五进三是吗？对。象五进七，把自己马挡住了。对，把自己马卡住了，感觉不是那么愉快哈、嗯啊嗯。那都。还是象五进三感觉好啊，嗯、就象五进三好，下步有炮二平五。嗯，但是这个棋，即便是他有这种走法的话、嗯，我认为红方也应该先逃象，因为这个象一丢啊、嗯，太大了。对，太大了，你两个象都没了，你怎么去作战？然后不行就退炮吧。嗯，不行，将来我再放倒炮。嗯啊，就说红方这个象是不能再丢了。嗯，再丢了，就没法下了。嗯。他是实战先走车八平七了，他是想不给黑方这个炮好位置，嗯，结果对方一炮三平一，这个象呢还不能退了，一退这个底线僵，嗯，是不是？对，然后再划出。他要感觉这么退吧，又把这个马整个别住了，嗯，他觉得也不对劲儿，嗯，所以说郑维桐呢可能当时也慌了，对，哈，时间也紧了，嗯，那这个棋应该是说。这个黑方呢，主要是给红方的压力比较大、嗯、啊。红方实战是走的进马，嗯，那黑方就有进三吃象，对，把象吃掉，嗯，这个象吃掉了，确实红方没有什么办法啊。应该说这象棋没有象，确实是挺困难的。对、嗯，这个象啊，它的价值很高啊、嗯，就谈到这个子弟价值的问题啊，嗯，应该说一个象啊，嗯，或者说的一个象应该比一个士还要略微大一点，嗯，啊，因为象啊它的空间大，嗯，它对这个中路的掩护能力更强，嗯，它有时候象一飞啊还能左右关联，对，啊，比如你炮保马必须得有一个象，对，你有时候有士你就保不住这个马，对，象呢比马的价值还要略高一点，应该说，两个象的价值大概跟一个炮差不多，对，啊，甚至比一个炮一个马有时候还要高一点，看具体的局面，嗯，但总体上来看呢。嗯，两个象呢，应该要哈、啊，跟一个大子是接近的。嗯，所以这个地方呢，等于黑方呢，物质力量上来看，应该是多了一个大子，嗯、相当于多了一个炮啊，或者多一个马。红方呢，接下来就走车，简化，三平六，想对这个车、嗯。对，然后他就黑方也没有车仗，是，对，因为黑方呢看到这个之后的形势呢，嗯，大好，他就接受了对这个对子，对红方。蹬掉黑方车五推二，车五推二，捉双。那么红方马六进八，马六进八，这个也是唯一的走法。嗯，黑方走一个炮一平四。对，这个棋呢，就是说象棋啊，这种在对战当中无时不体现着这种啊攻守兼备。嗯，就这招炮一平四呢，表面看是守，嗯，实际它寓守于攻。嗯，它。以后呢，为这个攻击啊奠定一个基础。嗯，这个表面上这个炮前进更厉害，但实际上红方马八进六一跳，对，这个反而对黑方呢有牵制。对，黑方倒不好取胜。嗯，啊，那郑维桐也正希望他这么走。嗯，那黑方先平炮的意思就是为了阻止红方将来马八进六这个马奔卧槽的这个手段。对，这样呢也可以说呢，啊，黑方多象呢的局面呢渐入佳境。捉着炮呢，嗯，只好逃啊。对，然后黑方，九五平二，这捉马，这个马位置就尴尬了，因为马走不到这儿了，因为底下将、嗯、偷势，嗯，所以说红方动马的话，只能马八进七了，嗯，但是可能最顽强的红方应该走车七平八，嗯，就是这样，尽管看着很别扭，嗯，但是黑方呢暂时也吃不到你，嗯，然后红方有一将马八进七的棋，嗯啊。如果你先回象呢，他是不是有这个炮二平五先将你？对。反正总之呢，这个棋就是红方呢，可能还有一线呢，
战术的机会啊。比如说啊，假设啊，我们退将，一将啊，黑方不注意，觉得反杀，那么红方又有战术机会了。对。你一吃车，他一将呢，就给你勾回来。嗯，就是这个棋呢，红方多少呢，还有一些呢，这个有机会偷袭的机会。哎，对，啊、你走这个，他又可以这么将，还可以这么等，这么多也炮五进二。嗯，炮五进二，车八对一也没棋了。嗯，啊，这个棋真是不好赢了，嗯、因为再换一个大子，最主要缺象怕炮，能够把对方炮换掉，这个棋就赢不了。对，但是你这么将也行，这么将他能垫车。嗯，啊，就说。当然，这个棋呢，黑方呢，他不会轻易啊，他可能是不是可以先入个士啊？对，你要是马八进六的话，他也可以这么将。将了，那可能要哦，都一样。你要退士，他就跳马。对，他跳马，这个棋，他真有这个秋后的机会。对对，你把车对了就赢不了。对，所以这个棋他应该车七平八，但是实战当临场当中可能时间紧，他来不及算得很深了。对。走这个黑方可能能先落个士，也是这样。实战当中，红方马八进七了。嗯，这招棋呢，就是加速了红方的这个败局。对，啊，那么这个棋大家看看能不能想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棋走，啊，黑方怎么能够啊一锤定音？嗯，啊，那这一次去大庆呢，应该说这个大家呢，这个正好那个赛场啊，挨着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泊啊。也是享受了一下这个百湖之城。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呢，也得到了这个大庆方方面面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哈。第二站的比赛也是被冠以这个大庆杯啊，由这个大庆市这个政府呢这个鼎力这个支持和赞助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对局吧。啊，黑方呢突然来了一个啊象五进三，把这个车马都盖住，七象象不准备炮子兵五将，这个棋呢可以说一下加速了这个啊最终的这个胜局。嗯，啊，他先马八进六是吧？对，他先马八进了蹬一脚。对，然后呢，他走什么？他走，他是飞高象吧？这个地方，他也飞高，他也他马八进六，他退车，对对对，然后他飞高象，对，就是七进马是比较常见的思维、嗯、啊，他要马六进五，嗯，左右铺槽嘛，对啊，他退车，然后他一飞高象，对，这个地方红方就没有办法了，对，现在准备炮四平五，这一将就不好硬了、嗯，你根本来不及吃象啊，对。红方最后很无奈吧，他车七平六，嗯，他要将的时候他能出将，然后这时候黑方退车一捉，就把这马捉死了。对，红方平炮将，炮一将，然后黑方就很简单的把炮对了，然后红方车六平五吃了，黑方车二平三吃了，这儿形成了这个兵可以忽略不计，形成了车双士对车炮上权。嗯，尽管郑维图呢，啊，还沉醉在棋盘里边，又坚持了二十来手。对。但是终归的这个棋呢，也是一个立胜难局。车炮对车双士那是必胜哈。对。而且赢起来也不费力气，因为这一打碎了你，这个很容易吃到你这个士。嗯。很多我们爱好者也都相信大家有这个水平了。嗯。好，那最终呢，这盘棋是以黑方赵国荣取胜呢而告终哈。那象甲呢也连续给大家讲了几盘精彩对局，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嗯。那么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呢，给大家讲解精彩的这个对局，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再见。